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下面入场的是来自哈尔滨市的刘彤、葛全硕。来自哈尔滨市冰运天地滑冰俱乐部的刘彤、葛全硕。一对非常非常可爱的小选手，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。女孩只有11岁，男孩是13岁。他们是去年开始拉手做搭档一起比赛的，去年是第一年，今年是他们第二年参加比赛。
而且一起合作的时间也是比较早，相信他们以后一定是非常出色的一对运动选手，直线托举。那是他们的教练郑迅老师。也是代表我国参加过奥运会的优秀冰舞选手。125.12分，两项总分得到125.12分。